接下来要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是一个游戏，你们要玩的游戏叫做不要做挑战。对，不要做挑战，不要做挑战，就是不要做挑战。哦，我以为不要做挑战。好，那我们游戏的规则是呢，每个参与者头上会贴一张卡片，卡片上呢有写着禁止做的动作和禁止说的词语，然后大家呢要在这个游戏当中互相的去引诱对方做出那个动作或者说出那句话。好，然后如果说出做出的话呢就要被淘汰掉了。好，海星鹅已经给大家送上了绳子，大家可以先把绳子系在额头上，看看谁是那个心灵手巧的报爱吧。对，哎，互相帮忙也是可以的，这边很好。哎，也不要把妆发弄乱好吧。来，然后海星鹅已经把卡片准备好了，大家不要看自己的卡片啊，然后一会儿插到额头上。其实在后面悄悄。不要看自己的卡片内容。好，谢谢，谢谢。不要看自己的卡片内容。好。然后我们把卡片插在额头上。然后我来 check 一下。来，然后互相辨认一下对方卡片上面的内容。刚刚你好像第一滴血的史泰龙。是。不告诉你。那是你的事，我也不告诉你。啊。好，大家互相辨认完了，我们站回到场中央。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任务啊，就是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每一个人去展示一个自己的特殊 buff 或者是特殊技能，然后呢其他人可以互相聊天，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去完成我们的这个不要做挑战的游戏，好吗？那从刘唐辉开始，你来说一下自己的特殊技能。从我们最开始吧。就是我没有就是特殊什么 buff， 魏子月可以帮我一下吗？做游戏吗？比如说你可以带我们，你玩狼来了非常厉害。不，就是，但是你有一个很好听的歌。就是那我唱歌可以吗？可以啊。然后可以，你可以和我一起吗？那你报一下歌名好不好？唐辉，那你说一下。唐辉太硬了。唐辉啊，那你报一下歌名好不好？不可以，不可以。我要唱的是一个儿歌，西班牙的儿歌。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字啊？两只，等等，我要唱一个，什么来着？我要唱一个西班牙语好听的儿歌，对，那是什么歌呢？就是，魏子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就是，其实我有点想让你，你别问我，我不想。我不喜欢你。恭喜魏子月同学，你出局了，出局了，拜拜。被淘汰掉就拿下这个卡片。哥哥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不是故意想陷害你的。我不想跟你玩了，拜拜。没事，摘掉头上的卡片。我不用离开是吗？对，不用离开，摘掉头上卡片就好了。OK， 好了。那我是不是没礼物了？没有，等会儿要是有礼物的话，可以分享。我可以跟你分享，我可以跟你分享。都怪你。等一下，我采访一下你们。想害别人就是你们是一个队的，为什么自己？我是哦，你们是一个队，为什么？哦，谢谢。完了，恭喜陆地浩同学，再见。陆地浩同学，好意外，好意外，意外。我们糖果超甜为什么这样子？我们糖果超甜全没了。上面有东西，你看。我们糖果超甜为什么这样子？好硬啊！不是，我真的好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唐辉同学已经，你们参与一下好吗？唐辉，我没想到，唐辉也弄我。辉仔，你太坏了，你这样子。OK， 好了，我还是要表演我的个人技，对，我要表演我的个人 buff。搬回到正局。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OK？ OK。Put your hands up， yes， put your hands up。哎呀，没事，就简单的记一下。对 ，OK， 好。马拉蒂尼酒，马拉蒂尼酒 ，Donde está？Donde está？
哆嘎那嘎巴那，哆嘎那嘎巴那，叮咚咚，啊叮咚咚。两只老虎，你唱就变味了。这个两只老虎，西班牙语怎么说啊？就是你是在。西班牙语怎么说？设什么陷阱吗？没有没有，就是想问一下西班牙语，就是单纯想知道一下。这个是多，这个不是两只老虎的意思，它是敲钟的意思，就是多嘎。你说了不是两只老虎。没有啊，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歌，但是歌名就是叫做，我不管，拿下来。唐辉 out， 为什么我们要唐辉站不下吗？不是，不能留下我们组员吗？也是被淘汰了。他们都不参与，我们组现在只剩两，他们一点都不活跃。不是，我真的很好奇，你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互相厮杀，为什么？结束了，游戏结束了，糖果朝天解散了。我们组没有礼物，我们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导演让看镜头，看镜头上面，上面。然后大家集体往后一步，越来越前。对，越来越往前，要吃掉导演吗？跳出去跟观众拥抱了。谢谢杨。这样，那这样吧，我们跟那边的队伍一起好了。好的好的，那张张吧，你跟我，要不我们一起说一个绕口令。这是我用过的梗了、哦、是吗？是啊，我们来玩游戏吧，要不玩游戏吧，玩那个，对，玩一个游戏吧。什么游戏啊？逛山园怎么样？逛山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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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什么？从我这里开始吗？从你这里。我说星期天逛山园。哎，你淘汰的好，我淘汰的好有参与感哦。来，开始。星期天逛山园。什么园？你要说什么？什么你要什么园？什么园？动物园。不是。哦，等一下，我先说。你先说，你先说。好难玩哦。会不会、啊？星期天逛三元电影园。什么电影园？电影院，电影院。对、哦、对。什么电影院？星期天逛三元电影院。电影院里有什么？座位。有荧幕。我总觉得我这个不是有投影机，好难玩，好难玩。人，我们有点节奏，这能给个 B。爆米花，可乐，有漫威，雪碧。等一下，我们这个节奏都没有起来，这是动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就说就是重新来，再来一次。OK， 换一个别电影院。换一个别电影吧。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混乱，还是回到展示个人技上，好不好？对，这个游戏的话就会特别属实有点混乱，我们对好吗？好，回到个人技上。谢欣阳，那你展示吧。对，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啊？你先展示，还没到我。好硬，我也问的好硬。那我给大家来一段绕口令好了啊，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个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哎，腰里别了个喇叭。提了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着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了着塔嘛的喇嘛急了，那手里的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的哑巴那喇叭打了提了着塔嘛的喇嘛一喇叭，不知是提了着塔嘛的喇嘛那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的那哑巴那喇叭打了提了着塔嘛的喇嘛一塔嘛，急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吹喇叭。翻译老师来翻译一下呀。哇，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好震撼，好厉害，我要是那时候在舞台上说了这个，那翻译老师到底要怎么翻译？你刚刚说的是中文吗？哦，是中文，是中文，西班牙语。这是西班牙语。来，我们魏子越继续，要不要你来一句？魏子越展示什么个人技？魏子越展示一下个人技，唱歌唱歌。魏子越唱歌，那魏子越唱首歌吧。看这个镜头，对吧？唱夏天的风吧。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酷酷的笑容，也有腼腆的输了输了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哇哇，谢谢，好温柔。接下来是陆定浩。好，那我也唱一首歌吧。你唱什么歌？我唱雨爱。
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一起唱，爱的声音像一支电击，不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好突然，哇，来，好，接下来一号人，大家没明白我说的特殊技是什么？特殊技就是，特殊技，就唱歌跳舞的话，铁门槛是不是不够特殊呢？对，你会吗？我给大家来个嘎吱窝放屁。好的，好的，那安，好，下一个，浩然 ，OK， 大家都唱歌，然后我就来一个我自己比较特殊的劈叉，模仿小栗旬。哦、oh, ，对对对，是一个场景，哇、wow. ，稍微模仿，我拿一下。哎，我还得帮你拿一下，我酝酿一下情绪。好，还得酝酿情绪。哦，我们时间时长有限哦。わらせじゃねえよ。あなたたちは、俺は一人十分だ。和你手说那个好像有点像。哎，我挺好的。那个小栗旬一般说话都是手指别人的，就是。我们会指着一个人，就有动势的感觉，很酷的那种。哇，不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对镜头比一下那种很酷的感觉，对对对，很酷的感觉。对，从奥斯卡开始吧。这儿，啊，我知道我是什么了。来，比一个很酷的那个感觉，给我们一个很酷的感觉。要对镜头，要要耶要耶，新年快乐，好好学习呀，学习向上呀。读书博万卷呀，下笔如有神呀，哎呦哎呦，哇，是不是很炸？不是，你们好累，我有点生气，我有点生气，怎么我一秒钟管不住你们，你们就自己 Q 流程，给我 Q 的那么远，回来回来，奥斯卡，轮到你的特殊技能，对，哎呦，气死了，哎，我们不用主持，对，不需要我是吗？那我的特殊技能呢？我要用弹舌，然后唱一下我们诗歌的主题曲。好的，唱一下，弹一下，好，弹一下，好的，是那个 Call Me Call My Day 那个吗？是我们诗歌的，是，是是 ，Moving Moving， 对对对，那我和他一起吧。行行，那你跳吧，你在我旁边跳吧。你跳，我给你拿话筒，你跳吧。哦，我试一下，试一下，嘚嘚嘚，可以可以，嘚。你跳啊跳啊你跳啊跳啊节奏这个点很难进行行三二一 go 对对就到这儿就到这儿可以很厉害好好好那好来我们继续给你拿话筒要说什么哇我们继续曹左你的拜拜拜拜拜拜拜曹总，你头发真的很乱，真的很乱。没有关系，我喜欢这种感觉。真的，真的来来，曹总，该你的个人技。真的很可以，真的很可以。他们已经猜到了。你的个人技，碰一下。我的个人技，我碰一下吗？对，是跳舞。别人我知道那。那你跳一下喽。知道。哦，特殊技能呢？有特殊技能吗？特殊技。对，比如说动动头皮，动动耳朵，然后什么？动耳神功。对，耳朵那太好动了呀。哇，好厉害呀！你是大耳朵曹操吗？好，我觉得 OK， 我觉得这个很难，这很难的。刘言东进，你的特殊技是什么？跳完了。啊，刚才那个算是你的特殊技啊？没有，没有，等一下，就是。那我们就直接过吧。我手指可以这个样子，我手指啊。你说要不要你很爱展示，可以啊。很爱展，很爱秀。什么？来，来，张张，张张，你来展示吧。我的个人技是不用掰眼睛，直接戴隐形眼镜，但我现在手有点脏。什么东西？不用掰眼睛，直接戴隐形眼镜。不用掰眼，你眼睛那么大，那自然大的意思是吧？就这样。那你双眼皮能变成单眼皮吗？不可以。啊，可以。好，那我们回来。是我的是什么？后退一步。我的是什么？大家后退一步。来，大家后退一步，看一下，看谁没有被淘汰掉呢？谢欣阳，我的牌子已经掉过一次了。曹左和张张好，那请海星鹅给我们这四个还有卡片的人送上小小奖励，纯真小蛮腰，鼓励鼓励，超有料。被淘汰也没有关系，我们海星鹅呢还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各位。
那我们请二号鹅送给大家。这个很好，我想要这个。这个就是大家刚刚玩的。纯粹小蛮腰不好吗？在宿舍里玩了。对，这一套呢送给所有人，送给你们，可以大家呢谢谢在休息的时间一起玩耍，好吗？谢谢。你没有猜出来你们是什么吗？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以为我是说绕口令。我们为什么自相残杀？我们这个无法 cue 到电影，是什么真的没有，因为你们说电影院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了，所以我这个很难 cue。所以我说对，你把节奏带偏了。好，我说错位。来，我们呢就可以回到寝室里再复盘一下。然后既然游戏都给你们了，就可以自己回去玩了，好吧？那也希望大家在之后的比赛里边能够每个人都发挥最好的能力出来，好吗？好，那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黄色的门走到休息区去休息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拜拜，拜拜，下次见。主持人辛苦了，拜拜。我不辛苦，谢谢大家我不辛苦，辛苦了。我是生气，我很气啊。我们不去。